好的，大家好，这里是山东莱州云峰对决环球功夫大师争霸赛的比赛现场，我是金文。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朱瑞奇朱老师。观众朋友们好，这个我们很高兴在一起观赏一场非常激烈和精彩的这个自由搏击的比赛。是的，我也是非常有幸和朱老师一起来解读这场巅峰的对决啊。场上的吴雪松，目前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自由搏击的一个中坚力量了，非常的优秀。现在看来这两名运动员那个这么几个回合呢，都是在激烈的进攻、激烈的抢攻。哎，这个所以说那个吴雪松呢，现在这个打的动作也是很有分量。是我们看吴雪松连续的组合的进攻。对，自由搏击这个项目，包括和泰拳这个搏击对抗项目，都要猛冲猛打，绝对不能老是往后退。对。这个最后评分就看你谁进攻的次数多，这是评判的第一条。第二条，谁看的进攻有分量，打的对方，总是有着震动，有一种没错响声发出来。没错，我们看到这个场上又是一场这个身高悬殊的比赛啊，双方的身高又是将近有10公分的这样的一个差别，但是吴雪松却是毫不落下风。对，因为吴雪松本身这个拳腿力量比较重，所以对方都是在退守当中反击，所以这话的距离往往在对吴雪松来说是有利的。我们看到蓝方 Misha 呢，对于这个头部的保护有一些薄弱。这个米萨呢，从这个项目这个从现在这个表现来说，这个动作的力度啊、杀伤力啊，好像和吴雪松还是有一点距离的。是的，毕竟吴雪松目前是我们中国最顶级的自由搏击的选手。对。所以吴雪松对碰了这样的对手，看到一个前手的平勾是击中了对手。对，多打一些这个腿法，拳腿交叉的打。对，刚才米萨是一个防守不错，一个连线是向后重重的退了几步。对，好的，在左右开弓，上下开弓。哇，哎，又一次下勾拳。现在开始读秒了。这个自由搏击这个项目啊，反正在一局当中是减分制，你被读秒一次就从10分减到2分，减2分，然后变成8分了。所以这个对这个米萨来说是一个很艰苦的比赛。吴雪松好，乘胜追击。好的，哎，这个对方属于这防不胜防的这个境况。第一局快还有10秒，这个吴雪松乘胜追击，输的不断的制造麻烦。哎，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fight has come to end after 13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by KO, your winner from the red corner, 黄方胜，吴雪松获胜。